每日来到主的面前，共同经历神的恩典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认自己的罪，参考经文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。住在白俄罗斯的媒体听众 Dmitry 写信给我们说，我一直都很难找到心里的平安。我曾尝试做一个好人，我也读了很多智慧文学作品，但这些都没能帮到我。我仍然还在寻找中。神的旨意本是让我们过着与他亲密相交的生活，治理他创造的万物，并且享受他贯乎万有之中的平安。可是当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园中的禁果时，他们违背了创造他们的主。我们可以说，在那一刻，人类失去了应有的平安。我们称其为人类在罪恶中堕落了。我们因此与神、与我们自己、与其他人，乃至与神的创造都隔离了。随后而来的就是极度痛苦、恐惧和孤单的感受。直到今天，我们每一个人仍然可以感受到那原罪的影响力。我们留意善待周围的人是好的，我们用心读智慧文学作品也是好的。然而，就如圣经告诉我们，唯有在主面前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才能找回真平安。如果我们声称自己没有罪，我们就是在说谎了。若要与神和好，我们必须全心全意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，以及他的救赎大能。唯有耶稣才能修复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唯有他才能赐平安和安慰给我们伤痕累累的心灵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挽回我们，叫我们得痊愈，更求你把你宝贵的平安赐给我们。奉耶稣名祈求，阿们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